용서? 축하드리고 형 내가 사는 지옥을 보여줄게요. 환영해 연진아. 话题只增不减的韩剧《黑暗荣耀》第二季确定要在3月10日播出。首次挑战复仇剧的宋慧乔将把程度再升级，让剧迷们已等不及。最新预告中，遭校园霸凌为了复仇赌上整个人生的文童莹，画面一开始与加害者朴贤镇在咖啡厅谈话，朴贤镇不认错，还表示我一点都没错，让网友恨得牙痒痒。宋慧乔得到回应后露出微笑，并即将展开写信复仇。용서난잘못한게없어동민아잘못한게없어어떡할까아니왜없는것들은인생의권선징악아멘고황내가사는지옥을보여줄게요欢迎袁吉娜。Netflix 也公开了第二季海报，每张都有宋慧乔，她对每个人摆出不同的神情。无论是预告还是海报，都可以看出宋慧乔第二季会比第一季更疯狂，将让霸凌者犬下地狱。